The zombies, you're coming. 就像你看到的这样，整个机场站满了小僵尸，在这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以说是非常嚣张。所以人类方就派出了一群神枪手以及一个高级军官，旁边还有炮手就位，可以说是势在必得。不过僵尸也很棘手，那么哪边能赢呢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人类要不行了嘛，这也太快了，请看我们优雅的炮手纹丝不动，非常优雅，不过最后还是嗝屁了。僵尸获得了胜利，这怎么能行，所以我决定亲自参战，也不给压力，就来一挺机枪炮吧。爽！听到机枪炮的声音，有的僵尸直接站着不动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怕了？我操！好了，快点杀你们！杀你们！我勒个，我可大点声！打他！军官被打死了，可惜。不过最后还是人类成功歼灭了僵尸，记得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